谢谢他。非常香，猪皮。年糕。
一到冬天就特别羡慕北方的人，他们室内有那个暖气，我们江苏没有，我们冬天都是靠电热毯，还有一身正气。不对，听说好像徐州那边有一部分是有暖气的，其他地方都没有暖气。你们靠什么取暖的呀？太舒服了。今天吃这个汤面春饼，吃吧。妈妈好好吃，好吃多吃点啊。要不要吐司？这个汤面春饼特别有嚼劲，特别筋道。对呀，好不好吃？嗯。那这个春饼有嚼劲吧？嗯。它不干吗？不干。好的，这个妈妈给你卷一块啊。但是我这太矮了，太小了。对呀，这个拿回家放锅里面蒸2到3分钟就可以吃了，特别方便。你的袋子呢，多多？在我身上呀。给姨姨们看一下，那是这种春饼。那么大，那你还拍视频干嘛？抽抽弹弹的，妈妈，哇，我就好像抽抽弹弹的，对，对 ，QQ 弹弹的。嗯。我不会卷，直接这样。好吃，土豆丝要不要了？嗯，不要，妈妈全剪了啊。嗯。
床垫上吧。嗯，吃吧。妈妈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，不行。今天我们吃这个文玉香菇鸡汤米线，咱们家米线都是用优质大米做的，非常的爽滑劲道。这是我泡了十几分钟，还是 QQ 弹弹的。这一桶量特别多，我就夹了一些给他吃。妈，你分我呀？嗯。妈，你分给我们家的孩子。你给我们家的孩子们一碗吗？嗯，可以啊。然后今天有活动价啊，17块多，到手6桶。它有2种口味可以选择，一种是香辣的，一种是鸡汤是不辣的。这个鸡汤不辣的适合大人孩子一起吃，那个香辣就有点辣，鸡汤非常的浓郁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非常的爽滑，这白白的。你不喜欢吃葱啊？喜欢呀，妈妈，我要一些纸，给我。可以去小黄小小黄色里面买。姐妹们，这个我没有教他啊，这是我的特别小助理。小助理是什么？就是妈妈的小帮手。小助理都是你的，我喜欢吗？不是，是妈妈的小帮手，你是妈妈的小帮手。嗯，好吃。嗯，趁咱们年货节可以囤起来啊，十七块多，到手6桶，非常的划算。对呀，哇！你还有多少？给妈看一下。哇，加油吃！